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走进军旅文化大视野，我是主持人周伟。今年以来，在全军和武警部队广泛开展了中国梦强军梦主题文艺创演活动，汇集了全军各个文艺单位近年来的优秀原创作品。那么其中的一些作品呢，大力弘扬了我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从一部精彩的杂技剧破晓开始聊起。杂技剧破晓是广州军区杂技团全新打造的一部精品力作，全剧以南中国海的某次军事演习为背景，讲述了一名90后特种兵战士孤身潜入敌军通讯枢纽，克服万难，最终成功完成任务的故事。其中作者巧妙地采用了时空交错的手法，通过两代军人面对困难和牺牲的选择和坚持，表现了中国军人不怕牺牲、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作为一部杂技剧，破晓巧妙地将传统杂技中的斗杠、滚环、顶技、爬杆、蹦床等节目与特种兵的训练演习相结合，令人耳目一新，大呼过瘾。今天我们请来了杂技剧破晓的三位主创，总导演李亚平，导演严冰，主演王森。李亚平，广州军区杂技团团长，国家一级导演，主要作品有杂技剧《天鹅湖》、杂技主题晚会《生命阳光》、杂技剧《破晓》等。严冰，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创编室主任，国家一级导演，主要作品有军事题材舞剧《南方丛林》、杂技主题晚会《战旗飘飘》、舞剧《三家巷》等。王森，严冰区杂技团演员，杂技剧破晓男一号扮演者。前两年吧，带着我们这个团的另外两部精品力作曾经到过我们文化大视野来做客，一部就是天鹅湖，还有一部就是生命阳光。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观众朋友们见面的是我们的最新的一部力作，杂技剧破晓。破晓呢，说心里话是好多年前就想做的，想尝试的一个东西。嗯，尤其是整个的军事大变革。尤其是习主席对军队的一系列重要的讲话，在我的脑子里，实际上那个六个字能打仗打胜仗特别深刻。嗯，所以我想这个不仅是对我们全军的官兵的要求，也是作为文艺单位，我们首先姓军。嗯，怎么样用我们的作品能激励战士，能把战士的情感用的作品体现出来。嗯，我特别希望这部剧推出来以后能让我们的战士们看到他的影子。嗯，我听出来了，我们这次完全是一个军事题材的杂技剧，完全是站在我们姓军卫兵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反映我们现在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大变革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这是这部戏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对，在我们艺术追求上，尤其是要传递给当今这些年轻士兵，这种追求是最难把握的。嗯，这方面我们想请导演谈一谈吧。这个整个破晓这个戏，从最早设计故事，嗯，到我们最后再呈现，有把握了有一个关键词叫坚持。坚持，对信仰的坚持。嗯，对渴望胜利的这样的一个欲望的坚持，对于我们能打仗打胜仗每一个兵的，他要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坚持下去。嗯，其实我们觉得一直在讨论如何让这种坚持贯穿到一个士兵的一支军队的骨子里头去。我们台词里有句话说，也许我得不到胜利，也许会倒在胜利的路上，但是让我的战友踏着我的尸体，他能够得到胜利，也是我们要的胜利。嗯，其实我们觉得想传达出这样的一个正能量的东西，想传达这样一个能够让更多的战士能够体会到坚持得到胜利是我们这支军队必须要完成的使命。两位主创都谈了他们的心得，那么作为这么年轻的小伙子王森，作为我们的主演，在表演这部杂技剧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感受？这一部剧真的让我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是想尝试，因为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真的对于一个杂技演员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然后在排练的时候真的很想放弃，因为我确实我
努力了，但是我展现不出来。在这个很模糊的过程的时候，我仔细看看剧本，我发现其实剧本上的人物跟我其实状态是一样的，是吗？对，特别的像啊。他在作战的时候他失败了，他想放弃，但是最后他坚持了，他继续了。那后来我就想，我不管怎么样，我至少我先努力的去做，做到最后真的不行，那我至少对得起我自己，我努力了。还没有到彩排的时候，我就一直对他还是很担心的，我觉得他撑不住，但是我没怎么说过他，我一直在等待，我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使慢慢他可能会走到我们想象的那个特种兵，一直没有。突然有一天，我这个感觉我觉得永远忘不了，他在谢幕的时候他是光着膀子的，整个肌肉块突然我就觉得也起来了，而且整个身上冒着烟，就冒气呀、热气、你就感觉像烟一样。他头发剃得特别特别短，整个跑过来那种状态，哎呀，我一下眼泪就出来了。我说他来了，这个人物活了，来了。你看也是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长时间的磨练啊，那个人物的魂，可能那个眼神、那个气质，对，就出来了。特种部队在很多观众的心目当中，那就是男神啊。那就是无所不能，所向披靡啊。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特种部队跟杂技的他们训练和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生活特别接近，是吗？因为我们平时的训练跟特种兵在某些环节当中是很相像的，包括他的拉体能，一个人的能力翻跳，包括敏捷度，他都跟特种兵是有很大的相似的地方。所以我就联系特种兵那个大队，我就把演员全部拉过去。拉过去以后，一开始我就想，让他们先看，看着看着我就让他们进入，跟他们一样的训练。啊，就直接进入训练，让他们和特种兵一起训练。对，直接进入训练。完了，有一个百米的那个障碍跑。这个是我本身在节目里的设计。是要有一段这个的，所以我说有没有一个战士能帮我们给我们表演一次，他说可以，派一个班长过去。跑完了以后我就对着他还另外一个那个我们的男演员跟他练一个节目的，我说你行不行，班长没问题，我说你活动一下，不用活动，上来就跑。因为他跑的时候那个所有人都在看，我就特别担心他翻不过去或者栽着呢，多丢人啊！但是一趟过，所以通过那么一两次这样的近距离的接触，我觉得给我自己又增加了一份信心。哎，刚才亚军团长讲这点好，还真是哈、我们杂技这样的一个专业，它的本体的气质，就和特种兵他们很多的训练的这样常规的一些个生活哈、非常非常的接近，对，很相像。对，这李团长一直还说呢，他特别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戏的训练，就是战士看完以后，可能在某些单一技术上，能帮助特种兵去做一个提高，这个是从来别人不敢想的。你知道吗？他是说我们的体能、我们的敏捷度、我们的攀岩的技术、手臂的大臂、小臂、手指的这种训练，可以帮助特种兵做一个局部的、更科学的一个训练方式。这真正做到了，我们在全军当中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这也是最直接的，而且是最能够准确的表现出我们这种战斗精神、这种敢打必胜的精神。对，因为为了让我们更贴近当兵的，为了更贴近基层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戏在排练场里，第一次立起来，什么服装也没有的时候，裸排的时候，团长就请来了士兵，警卫员，从警卫员开始请起，来看一看我们演的是不是你们真实的生活。他们看完会留下很多的意见，之后我们真的照着战士意见去改，一条条对照的说，哦，他说这句台词是不可能。他的年龄说不出来，于是我们就改台词，说这些动作跟我们军事动作不是很相符，我们就改军事动作。他说我们现在比如说警戒手拿枪是这么拿，而不是我们现在这么拿，我们于是请来他们专门教我们如何在野战的警戒当中拿枪。就是因为这是军事题材，我是觉得作为我们主创，不仅是靠自己的思考想象，我想象的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不可以，我觉得是以实战出发，必须出来的东西叫我们的官兵看完，哦，我就是这样的，那台上就是我，哎，对，对，就是我和我的战友。对，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什么，聚焦实战，
对，而且知道我们是为谁而创作，对，为谁而演出的，对对对对，只有他们认可了，嗯，对，那我们这个作品才是成功的。对，我们最终来确定这个剧本，来选择这样一个故事，是哪一点打动了我们主创团队？其实，在有时候我们看老电影的时候，最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不知名的战士往前冲，后面的战士继续踏着他们的尸体往前冲。其实这样的一种东西，却让我们深深的感觉到一个军人他的伟大之处，而这种伟大是来源于一种对信仰的坚持。嗯，只有有了信仰，才会对牺牲、对死亡无所畏惧。嗯，我觉得现在能打仗、打胜仗，也更需要对信仰的坚持。嗯，我跟他讲过，实际上，当然胜利是我们所有人期待的，也是向往的。但是更深的是那些在胜利的这种过程当中倒下的无数的烈士。嗯，这个我觉得将近30年军旅的这种生涯，我觉得我在我的心里，我总想有一天用作品能把这种自己的那种内心的对他们的敬仰能表现出来。嗯，这样的一种情感。对，哎呀，真不容易。嗯，真的，我听起来啊，就是当时在做剧本的时候啊，这肯定是经过很多的这个日日夜夜的思考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杂技跟语言的结合。是的，这个是非常难。亚平老说我们是连摸着石头过河的概念都没有，就没石头前面。问题是石头还得自己搬，这石头搬起来能砸着自己的脚，这太没谱了。但是冒着很大的风险，但是还是我们俩争执啊。因为一开始实际上这种想法就一开始我们俩老碰撞，戏剧多一点还是杂技多一点？度把握的要特别的准确，所以这个可能是最大的难度，也是对于自己最大的挑战。然后亚平说一句话，都甭争了，我们是杂技团，我们得给别人先看杂技。啊，你把杂技立起来了，通过我们的杂技的舞台去反映出这种精神，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戏剧部分、所有的舞蹈部分、所有的音乐部分、所有的东西，只有一个目标，是能够让战士喜欢，让战士看得懂，能感觉到我们要对他表述的这种语言。给部队演出以后，官兵反响怎么样？我们大概是有将近2万官兵看过吧，就是在没有审查之前。哦，就刚才说的一次他们来提意见。一开始是要求他们写一个意见，就是你今天你看完这个破晓，你有什么感想？提出意见，这个是官兵们写的那个一部分。我们大概收到了3000多份。原来是开始是我们要求他们，原来是要求，后来变成自愿的。自发的嘛。观破晓有感啊，这个确实是，你看实实在在的。而且你看这里边都用铅笔画上线了，这说明可能我们的主播们看了以后有哪一点对我们有帮助，对有提醒，都已经记录下来了。对啊，还有你看还有手稿，今天赴军区杂技团观看了以特种兵为主题的杂技表演，全场演出艺术家们以古今两场不同战斗为线索，刻画出我们军人练打赢谋打赢不辱使命不怕牺牲的高尚品德。你看他就看懂了，明白了，他知道我们要表达的是什么。对，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为之付出努力这么多，就是为了把作品奉献给他们，只要他们高兴，他们看懂了，他们觉得有意思，对，我们一切都觉得完全都值得了。对，非常值得，能够化为我们部队的战斗力。是的，能够为我们的部队的终极目标贡献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的作用。能打仗打胜仗，不是对每一个军人要求，不光是基层部队，对我们文艺团体同样也是这样的要求。我们只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去打另外一场战争。你能打仗，我觉得这是个最基本的要求。没错，打胜仗才是最终的目的。对，刚才我们聊这么多，我相信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吊足了胃口，来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部剧的精彩亮点。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军旅文化大视野。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印青老师和王小莹老师，欢迎二位。刚才呢，我们一起来和破晓的剧组主创团队来聊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和演出的过程。我想第一哈，先请问两位老师，看完这部杂技剧，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杂技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当年叫百戏，就汉朝唐朝叫百戏。嗯，一直到辛弃疾之后呢，它不断融入一些新的表演形式。嗯，包括舞蹈元素的介入。嗯，音乐元素的介入。话剧。哎，话剧元素，这一次是到了话剧元素的介入。这一次这个故事啊，编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嗯，它是完全是战争年代的一场战争，和现在的一次演习的一场战争，它把它很有机的交织在一起，是两个时空，通过这个几个主要人物他们的心理活动，他的所有的杂技的这种技巧，全部是这种心理活动的外化，再通过语言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很震撼，这是杂技演员说的话吗？这怎么才能把它培养出来的？台词是吧？台词啊，也说得很精彩。所以大家底下还在议论说呢，说如果要是把这个所有的杂技的肢体语言全部换成唱词之后，我写歌词了嘛，啊，全部换成唱词之后，它就是一台标准的音乐剧。哎呦，它可以说是它调动了各种手法，就是除了杂技当然是本体啊，包括舞美啊、舞蹈啊，这个尤其是话剧，它综合表现了一个主题啊，就是表现出什么东西，也让老百姓观众看了以后觉得我们是军队在做些什么，我们战士在干些什么，让战士看了以后能够领悟到我们军人应该是怎样去担当，怎样去完成使命，就这个就特别强烈，就感受特别强烈，它完全通过艺术的形式来表现出来。非常好，我们也期待着我们这部剧能够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感受它的魅力和它的作用。这也是我们此次我们全军开展的主题创演活动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主题，就是表现我军这样一个顽强的一种战斗作风、战斗精神啊。用四字来概括嘛，就是敢打必胜，是吧？那么今天能不能借此机会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推荐一下表现这一主题的还有哪些优秀的作品，记忆犹新？比如说武警文工团，他演出了一台男声合唱，叫我有一个梦，其中有首歌，叫我把青春推上枪膛。从这个歌词的角度，您理解这个作品的初衷，它要表现什么？它一种很浪漫的情怀，它里边有一种柔情，这个和阳刚之间的一种关系，它实际上已经把青春当成子弹了，把青春当成子弹之后，可以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就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已经融入到那个子弹当中了，对，是吧？您觉得在表现这样的一个战斗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上哈，从它的编排上，或者从音乐的创作上，这首歌它的独到之处在哪里？既有战士的那种青春的朝气，又有战士的那种斗志昂扬的那种血性，表现得非常好，音乐是非常活泼，而且又很雄壮，又有时代的气息，又有我们部队传统的那种战斗精神的那种延续，所以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在部队传唱也好，战士欣赏也好，都会给战士很脾气，
很给力，那种感觉。那还有什么样的优秀作品给我们推荐一下？那可许多了，比如说北京军区那台节目叫《沙场追梦》，有一首歌特别棒，我觉得就是战斗力的标准在哪里？战斗力标准在哪里？再看那比你胜的英雄气，在他肩头头肩的风中走，在王牌对我摆的较量里，战斗力标准在哪里？在哪里？在八十六斤的足迹里，在汗水浸透的正义上，在铁的骨头是小云老师的作品啊，对，这个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首歌呢？因为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啊，就是今年以来的一个全军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和这个活动，我就想应该能不能用一首歌来表现这个整个大讨论的这种过程，或者不能说是结果吧，就人们的一种所思所想，他的一些思考点都在什么地方。当然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一首歌反映一个整个一个战斗力标准，这个几乎是不能完成的任务。可是我想能不能采用一种设问的，就是在哪里，在哪里可能是我的认识，也可能是某一个士兵的认识，最终在哪里，实际上就是在，就打什么仗就是硬道理，这个大家是知道的。另外我们也经常深入生活，也到一些部队去看看，现在就是怎么样落实这个战斗力的标准呢，对我们启发也比较大。给我感触比较深的是，无论从宏观大的方面到一个具体的细微方面，都在落实这个战斗力标准。你就带点例子，现在我们的那个朱志和训练场啊，亚洲最大的这种野战训练综合训练基地，专门有一支蓝军部队，它是磨刀石，它就是模拟在这个实战条件下就是实兵对抗，不搞事先的预案，完全是一种未来战争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方面它就是完全是也是向战斗力聚焦嘛，这战斗力的标准就应该牢固树立在怎么来能打赢未来战争，实际上一切是向这个方面去聚焦的。我觉得它这个战斗力标准在哪儿啊？那当然装备、战术、技术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战士的一种英雄气啊。所以他的歌词里有那几句我很欣赏，就是在战斗力标准在哪里？在刀尖和刀尖的碰撞里。在王牌和王牌的较量里。就是这几句我觉得挺棒的，它就是讲了一种勇气，一种胆气，一种豪气。狭路相逢勇者胜，那就是这样。谁能行？有那个英雄气，有那个豪气，你就能胜。是，当然战术、技术、装备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一种，这部队要有一种士气。我们部队在向这方面聚焦，我们这次我们的汇演当中发现，我们的很多文艺作品，我们文艺工作的方向也在向这方面聚焦。接下来两位老师再给我们推荐一首这个主题的作品。那总政歌舞团嘛，这个十二月恋歌，大型的歌舞师，其中有一首歌也给我印象非常深，士兵的渴望。士兵的渴望在什么地方？从陆地天空到远洋，每一天血脉奔张，时刻准备大声张。960万个平方，300万蓝色的海疆，我的渴望和战友们一样，想请您老师，首先您先跟我们谈一谈创作这首歌曲的这个灵感来自哪里？
这个呢，因为我们经常下部队啊，嗯，就我发现现在部队的这些基层官兵啊，他那种渴望打胜仗的那种信念，嗯，非常强，嗯，啊、就可以说士气嗷嗷叫，他有这个心，有这种情，所以当时这个，我和陈作家一起，当时就商量，写一首就是《士兵的渴望》，我觉得他的这个表现我们这个当下我们士兵的那样的一种情怀。其中有一句歌词，嗯，我的渴望和战友们一样，保卫祖先留下的宝藏。哦，哎、就祖先留下的宝藏是什么？嗯，我们东海，我们南海等等，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地方、嗯，这种情怀啊，我们在部队感觉特别强烈。肖钧老师对这个作品，您有什么样的感觉？每一个年代，每一个时期，士兵他都有不同的渴望。在这个时期，士兵他真正渴望什么？他能通过歌词语言和音乐形象，把它非常集中的也非常形象的表达出来，而且能够让战士愿意唱，我觉得这也非常关键。不是一般的光喊口号就不行，他就是通过一种战士的语言，很生动的形象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所以它就具备这歌的流传性。您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这样的主题，这样的题材，对于我们建设一支能打仗、打胜仗这样一支军队，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就中国梦、强军梦，尤其是强军梦，对我们军队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英雄的梦，英雄梦。我们常说嘛，就是没有一个英雄梦想的军人，不是一个合格军人，对吧？没有英雄梦想的军队，不是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同样，没有一个英雄梦的一个民族，不是一个有前途的民族。就是说英雄梦特别重要，尤其对军人来讲。所以我们现在通过这次汇演，我们看到了很多创作这样的音乐舞蹈这样作品啊，都是那种渴望英雄梦，渴望打胜仗，能打胜仗，敢打必胜，那种英雄气概，就是这样的作品特别多。我觉得这些作品它能够对鼓舞部队的士气，激发部队的那种战斗精神，它确实能起到作用。好了，我们聊完士兵的渴望，接下来再给我们推荐一首我们此次汇演当中这个主题啊优秀作品。成都军区文工团他们有一台歌舞叫《强军路上战旗红》，里面有一首非常好的合唱叫《初登》。初天最初登，军营梦要走红。听着这个名字出征，那就是一个即将面对战争、即将面对战斗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对，梁文老师对这类的作品有什么样的感悟？这红军时期啊，最早就有出征歌，出征歌像上前线，那个抗日时期也有，抗日将士出征歌，解放战争就更多了。哎，解放抗美援朝的这个九九七啊，那也是出征，那也是出征。和平时期也有很多出征，有的是执行多样化的这种任务，比如说抗洪啊、抗震，哎，这也是出征；一次演习任务，这也是出征。实际上，这个出征呢，我觉得它是一种广义的出征。就是当未来战争在召唤的时间，我们在每一次行动，无论它是演习还是一次什么样的军事行动，它实际上都是在出征。现在出征呢，实际上是啊，应该是永远处于一种出征的状态，实际上就是在走在强军路上。踏上强军路，这难道不是出征吗？对，这个说得好。这个出征可能从这微观上讲，是对一场战争或者一次战斗、一次任务的一种出发。对对。从宏观上讲，
应该是对未来战争的一种准备。对，从精神层面上，我觉得应该是随时有这种出征的状态。状态，对对对。也就是那句话，叫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对，这就是我军现在随时准备打仗、打胜仗的这样一种状态。对对。好，出征我们欣赏完了，接下来呢，请两位老师再给我们推荐下一个精彩的作品。解放军艺术学院那台节目叫《梦起飞》。嗯。啊，其中有一个男子群舞，向前向前。无论是从编排和他的意境和这个表现，那个我们战士前赴后继的一直不断的遇到各种困难坎坷，不断的向前，那种决心，那种意志，这舞蹈表现得不错了。前赴后继是我们永恒的主题，我们一辈一辈的这些个先烈们就是这样为我们的我军的不断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牺牲。我觉得军艺的学员们，我们这些小战友们，他们来表现这样一个主题东西可能更有意味。就是军人是干什么的，军人是要打仗的，打仗要面临什么，就面临的牺牲。军人平时是干什么的，平时是准备打仗的，准备打仗要干什么，就面临着你要奉献。所以这个从红军到八路军到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一直到和平建设时期，这个是我们部队一个传统，一直到现在是非常需要的。就军队文创的一定要奔着这个方向去。我们的创作一步步的怎么样紧跟着这时代贴近官兵，去引导他们，去鼓舞他们，从而提高我们部队的战斗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这个也是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的一种担当，一种责任哈。我们刚才两位老师推荐了很多这个主题的作品哈，有没有用幽默的方式哈来表现这个主题的作品，两位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也很多，有很多，比如济南新区有个小品叫好汉歌。任务有我带你们好汉班选出一名女兵给我做搭档，跟我一起深入蓝军敌后，目的寻找蓝军的通信指挥车，破坏蓝军的通信系统。最重要的要求，这个人长得必须跟我有夫妻线。没有，我没说完呢，我没说完呢，班长啊，我说这个夫妻线嘛，都这个人家假扮我的女朋友，假装误入蓝军演习区，寻找蓝军的通信指挥车，不能让蓝军发现了。集合，1、2、3、4、5、6、7、跳。那我都调了啊。哎呀，他比我还黑呢，真阳刚啊。哎呀，你是纯爷们儿，班长你过来吧。选中我了，我不喜欢姐弟的。班长啊，我都说呀，
咱们好汉班要说军事素质，那个个都是好样的。可是这次任务吧，我是要找一个皮肤白嫩、啊小鸟依人的这么一个女朋友和我去执行任务。我不能找个女汉子呀，那不就露馅了吗？这，你跟大家说解散吧，我再去卫生队看看啊。谢谢了，再见。你站住！葫芦娃，你是挑搭档还是挑媳妇儿？我，你是上战场还是入洞房？不是，葫芦娃，你耍我玩呢？就是。这班长啊，我怎么是耍你们玩呢？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次任务有点可笑、滑稽、不可思议呀、啊？啊，对了。你们知道你们心目当中的欧巴欧班长为什么没来参加这次任务吗？因为在昨天的战斗中他头上冒烟了，阵亡了。阵亡了？对，欧班长是赛场上的 number one， 可是赛场不等于战场，现代战争变幻莫测，没有统一的标准，打得赢才是唯一的标准。我这次来是要挑一个女朋友一块儿去执行战斗任务，不能出现一点点纰漏。可是你们看看，来来来，哪个姑娘的手是这样的？还有她啊，你说现在这女孩哪个能晒成这样啊？其他人我就不说了啊，对不起了，再见。我手怎么了？当兵以前我的手可好看了，白嫩的手指，留着长指甲，涂上漂亮的指甲油，别人都夸我说我可以当手模了。当兵以后每天练爬杆架线，连接线头，我的手上长满了老茧和伤口，可战友们都夸我说我的手比钳子好使。我是黑，天天在太阳底下暴晒，紫外线让脸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我能不黑吗？我也贴过面膜，面膜贴在脸上疼，我想通了，要想当美女，回家当去。现在，我就要当一个好兵。练习坦克驾驶，车内温度50多度，一身的痱子，痒的都抓烂了。可我跟别的女孩不一样，她们开的是小汽车，我开的是坦克。我也喜欢高跟鞋，可我更喜欢我脚上这双战靴。高参谋，哎，你也看不上我？没有啊。我大学里男朋友也看不上我了，他说他不喜欢女汉子。我告诉他，老子就是女汉子，你爱理不理。有一天打起仗来，老子保护你。这个好汉歌给我们了一个误解哈，以为是写了一帮好汉呢哈，结果写了一帮女汉子。巾帼英雄。嗯，两位老师对这样的题材作品有什么样一个想法或者是感受？就是这个现在的女兵啊，已经过去万里丛中一点红，现在能撑起军营一片天。确切的话就是新时代的女兵走向主战位，英姿飒爽，迈向最前沿。嗯，就主战位啊，是主要的战斗岗位。岗位，所以他现在女兵的那个精神状态啊不一样，因为我们也倒不这样，经常看到女兵，那个她是杀气啊。你说一个女孩那么温柔，她的脸上很严峻。有时候我在台上演着演着，砰上来一个，吓我一跳，我认不出来是男的。对对对对。然后我都听话，都是报告处长，什么，非常的干妈那种脆。它不仅仅是一个女兵的形象，它整个这个部队的一种士气状态都能在这种女兵身上体现出来。一点红变成一片天了。对，这里边后面的寓意很深刻，也表现的内容也很丰富。最后两位老师再给我们推荐一个作品。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歌舞晚会梦想与光荣之中的一个男生小合唱作品箭在弦上。门前大爷有心照亮集体目光。
箭在弦上啊，就是表现咱们这个部队哈、啊，这个一触即发、枕戈待旦这样的一个状态。歌词也是我们。箭在弦上，随时准备决胜在战场。对对，也是非常具体的表现了我们能打仗、打胜仗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对，嗯，对。两位老师觉得我们这样一类的作品哈，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军事大变革当中，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潮流当中，嗯，它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嗯，它首先是一种警醒和警惕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现在我们一种战争就要来临的一种准备的状态。嗯，就是那个随时准备整个待旦，就是一声令下，就招之即来嘛，来之能干。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现在当前部队所面临一个很现实的一种战斗任务。这一天呢，可能就在明天，也可能在下一秒。我认为全军现在已经完全做好这个状态了，完全是这么一种真实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些作品呢，就有大量作品都在反映我军的一种临战状态，他这部队紧迫感他是很强的，嗯，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决心了，但是呢还有很大量的工作要做，嗯，首先思想上要有这种紧迫感，然后你行动上还有这种紧迫感，先绷紧这根弦，这个弦绷紧，嗯，所以刚才小李说有大量的像这样的作品，为什么会应运而生？嗯，这个也是，当然我也很多词曲作家，部队他也下部队，文艺工作者他下部队。他也接受到这个状态，是从生活中来的，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嗯，对，都有这样的感受。今天呢，两位老师百忙当中陪伴我们，分析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一个关键词就是敢打必胜，这个战斗力啊，是唯一的根本标准，能够表现战斗力，能够更好的表现能打仗、打胜仗这样的优秀作品，也是检验我们文艺队伍的这样一个根本的标准。那么。我们的官兵能够通过这样的文艺作品，像您说的鼓舞士气，能够更好的提升战斗力，能够为我们在今后的军事变革当中能够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是我们相信所有全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心声。谢谢两位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上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一同聊一聊我们此次中国梦强军梦主题文艺创演活动的精彩作品。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